他叫 Bud， 一名普通员工，就要开始一天普通的工作。Bud 虽说不是 CEO， 可他对公司仍很重要。没有他的辛勤工作，金龙高科公司就玩不转了。Bud 对公司的重要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一条链子结实与否，取决于最薄弱的一环。如果 Bud 没有养成良好的电脑保护习惯，黑客们就有可能以他为突破点，侵入公司网络系统。哎呀 ，Bud 把写有密码的纸条随手放在明显的地方。至于他的用户名，每个人都能猜得出来，然后就可以用他的密码登录了。不行啊 ，Bud。密码要记在心里，不要写下来。如果你一定要写，那么绝对不要把密码藏在办公室里。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才更安全。哎 ，Bud， 慢点，慢点。那个密码太短了，黑客工具很容易就能猜中简单密码。Bud， 密码要长一点。Bud， 你的密码是不是 Rover？ 避免使用别人容易猜中的密码。不要用你的宠物、亲人、孩子或球队的名字做密码。也不要用生日做密码。安全的密码长度至少要14个字符。尽量混合使用大小写字母、数字、标点等各种符号一起构成的密码。啊，这个密码实在太棒了！那就让我们欣赏一下 Bud 的奇思妙想吧。看来你已经解决了海王星上才可能存在的镭原子比重二次方程的难题呀、啊。但是太复杂的密码很难记住，你怎么能记得住？而且每天你还要输入几次呢？不行啊。行了 ，Bud， 告诉你一个秘诀吧，找一句你喜欢的歌词或诗词。或电影对白，再加上标点，这种密码就很容易记住，而且输入的也快。好极了！这个密码含有大小写字母，有数字，有符号，而且又很容易记住。密码越长越安全，你这个密码超过30个字符，太棒了 ！But。好，这个也不错。
那个也行 ，but 行，哎，哦 ，but 别，等一会 ，but 那，你看，哎，是吗 ？but 你终于想出一个好密码了，好吧，不过别把它放在电脑附近呢。啊，你已经把它记在脑子里了？那好吧，我就让它消失了啊。嘿，你可学得真快呀。这才是一个绝了的密码呢。这就是金龙高科公司普通的一天，但 Bud 已经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员工了。良好的电脑保护习惯使他更加安全了。可千万别当一个坏 Bud， 要做一个最最优秀的 Bud。